会邀就是赵董来看吗？哦，我同时也会邀赖清德来看。吴昕，吴昕也邀，对啊，萧美琴也邀，侯友宜也邀，还有谁？参选过的人都可以免费拿一张。国人低潮，预设每个人都讨厌他。贺龙汉参选过的都可以免费入场。Yo check it， 我是国恩。Yo， 我是贺龙。透过台风单口喜剧世界巡回即将来到你的城市。国恩这雷鬼造型也太像贞子了吧！他和贺龙联手演出的单口喜剧将在6月21、22号小巨蛋登场。那会不会有遇到冷场状况？这一次巡回？我还好。今年发生的一些演上事件上，我们有把它写成段子。嗯。没有攻击，我们没有攻击这些人，只是提到最高级的幽默等于自嘲。年初伯恩因为外送员事件被批造假，贺龙则是没制止来宾言论，冒犯声张律师陈俊翰引发争议，两人轮流被卷入演上风波。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心情状态经历了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低潮。其实已经很久了，我走在路上，我都是先预设每个人都讨厌我，已经长期以来都觉得。我想弄我们这样，所以因为你先预设这样，然后后来发现别人不是要这样的时候，比较不容易受伤。已经这样子蛮久了，对，不是因为年初的事情，因为防备心超重，跟他一模一样。心里最难受的就是被误解这一块，我发现很多误解其实是没办法解开的，那就这样吧。依然选择要误解我的人，我也不会去强求对方真的要理解我，那我们就。各奔前程，我们这真的是娱乐线，就是感觉现在的内容很不娱乐。现在看到摄影机会怕，我还好，我很chill。我今天早上起床就有一种很雷鬼的感觉。因为像叶轩是两位主持人都有演上，然后第三场贺龙还会继续接吗？还是换角色？等一下啊，我演上事件跟很少跟叶秀有关，我的秀外发生的事情。没有，目前没有什么第三个主持人。希望不要，就让我多做一下啦。就白痴才会做这种。你们觉得五月天比较好听，还是美秀比较好听？你要怎么去比对？我觉得这是很白痴的行为。他比较好笑。也是。回答这种问题就说别人比较强。对。想要再生吗？没有。结婚生子部分吗？再多想一下。我看了他的就是结婚后的人生状态跟小孩的状态之后，我反倒会觉得我应该想要再久一点。我觉得现在我真的是在燃烧生命，因为我觉得结婚还好，但是生小孩很少人会发现，就是当爸爸真的是再多一份工作，就好比说上海在里面要当主管，然后下班要当演员，然后有时候又要什么当 podcast 之类的。今天又有爸爸这个工作，等于下班时间还是继续在工作，就是整天。觉得他有点太拼了。我说爸爸的部分哦，其实可以不用那么用力哦，丢在球池就好，或是送去国外这样子，技术学校。对啊，从2岁开始。是啊，是啊。哦，对，很负责的行为。